点。光是谁燃烛照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dear。只换明暗离场，肆意流淌，看谁沾过。
话和我舞蹈的话，我们也可以小星星，我们也可以走一走。咱们头顶上小星星，我们现在是100多，也差不多500嘛。感谢1618加团，欢迎。You are the one who never fails。蓝玉帝哥的明星。To make me smile。小星星雨 Just like the sun You like that 喜欢的朋友咱们可以沾沾榜幺六哥你喜欢听粤语歌是吧你老来支持和和也不点我我送你你要吐好隐私把你卡的都快砸了 WiFi 你刚刚我跳舞时候很卡呀是我卡是你卡开心的世界记忆的闸门把手机扔了吧没有没有没有等一会儿不能忘却的画卷月半小夜曲我的前行追寻好像点的都好听好像你卡你在给我的信号不好吗心中周末灰丝到个月半小夜曲那我陪个差不多给你陪个老年机行吗小孩用的那个上学用的那个那叫什么咱不知道啊咱那小孩用的又能打电话又能那个什么那个感谢5913哥的小心心谢谢感谢支持如泣似诉在跳动为何只剩一团圆留在我的天空和情感谢谢姐姐夸奖放一首经典的那个月半小夜曲看你们一会儿有没有什么想法情如曲过止为了我有一会儿我可以跳最后一支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仍然已在失眠夜望天的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为何只剩一团圆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永远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止为了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夜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伴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
沙绵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说诉在跳动，为何只是失望填默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否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年月冠结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现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会分会下，仍然被他指引，他似这月儿，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仍然倚在沙绵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在跳动，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就是李克勤和周深的一个翻唱。大家喜欢和舞蹈的朋友们可以小心心可以找一找吗？朋友们的小心心是不错，把你们现在头顶上小心心，我们的号是202，有想听的吗？大家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助助力，感谢迷彩云，谢谢从容淡定，感谢轰轰。我感觉我一做转圈的时候，这个后面这个揪就那就要散了，要闪了。点点赞啊，点点赞了，家人们，能不能助力的朋友们可以助助力哟。看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想听的呀。别老熬夜，给生命一些休息的时间，只要这样不好播就不得不加班。从上个月好就开始，上个月就是上个月，我准备四月份加播了，加班。白衣，谢谢夸奖。会有一颗心
在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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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没有人愿意帮猴猴凑个小星星吗？我们凑个500，跳因为跳了一个小时了，咱的小星星才200。打开幸福的盒子，有没有朋友愿意给猴猴小星星？我们凑一个500，凑个整，咱就下播子了。现在都59了。到了一个小时了，我们可以给猴猴沾沾棒棒吗？家人们先修路架桥。感谢的是我们16哥哥，感谢我们无忧哥哥，谢谢我们用户138哥哥，感谢谢用户67，感谢谢谢大家。还哎呀仨还站仨，感谢我们林哥，谢谢。还差一个，够了。感谢用户138哥哥的小心心语比心，感谢，也谢谢我们刚刚助力的家人们，感谢，谢谢我们陈坤哥，戴个眼镜，准备下播了。今天播时间比较久，今天播了，打开幸福的3个半小时，3个多小时吧，今天开的早一些是吧？3个半了吧，快这。下播播，明天再给大家跳了，好吧？明天我还没有想好哎，家人们，感谢雅静。这个礼拜六不休息了，这个礼拜六参加一个那个公益的一个活动，然后一眼就会关闭打赏，然后就是给大家跳舞这样子，还是一个这个。世界自闭症日，然后就是一个义演，所以礼拜六就先不歇班，我还没有想好哪天倒休一下。感谢谢谢雅静姐姐的闪耀星辰，感谢。让我找到，我想想吧，我还没有想好哪天倒休。谢谢戴上眼镜，咱们就是小猴老师。谢谢，感谢我们玉帝同学，谢谢我们玉帝同学辛苦啦，谢谢来看猴仔。等一下等一下，好，今天猴猴太累了，好好休息。今天跳了之后是好多，跳了好多舞。感谢，谢谢我们16同学辛苦，谢谢我们16同学最近是吧，天天来看猴，辛苦了。给我们16同学加个大鸡腿子。也谢谢我们林同学，感谢我们林同学，林同学今天也是辛苦了是吧，从猴猴就是咱们最前面一直陪着猴猴，也谢谢我们无忧同学，感谢，谢谢我们雅静，感谢我们雅静同学，很高兴认识你。也谢谢用户138，感谢，谢谢上海天，谢谢用户67，谢谢重峰哥，谢谢小仙，感谢量子哥，谢谢159哥哥，谢谢烫水，感谢妞儿，谢谢幸存者哥哥，谢谢春去，谢谢咱们每一位站榜的助力的朋友们，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捧场，感谢咱们点赞的朋友，还有已经呼呼的朋友们，下播子了，感谢玉帝哥的亲吻，拜拜。有些人永远在重庆，下播了，小侯老师今天晚上的艺术舞蹈课咱们就上到这儿了，明天再和大家见面了，明天咱们接着上课啊，朋友们，不来上课的朋友我都记到我的本本上，记到这个卫生纸上，就是谁要是不来记这个上头，到时候我就用这个纸上厕所擦屁屁。我真恶心，我好恶心啊，下了，晚安了家人们，好梦游，拜拜。拜拜。我要找到你，喊出你的名字，打开晚安，让我找到你。